赵丽蓉、巩汉林，春季里开花，十四五六。别提醒他们。春季里开花，春季里开花，十四五六。不是我吹打六九头，就这么说。就这么说。下一句，宝哥，就这么说。春季里开花，十四五六。六六六，看不起我，吹打六九头。这么帮我装，简直太难受。我张不开嘴，我跟不上六。你说难受不难受？你说难受不难受？恭喜。好行，简单，这个来宝哥请坐，我们必须吃到鸡架啊！难了，没事儿，后面的不太提醒很难。程程，你要是会的，你就先保你。忘了有个我吧？要出最近。怎么你那么得意干什么？下一题，堂哥就是趟着走。好，准备啊，堂哥，走。你看，堂哥就是堂着走，三步五步嘛，两呀两回头。错。哎，我们机会来了，堂哥，你能说出来我都不信了，范丞丞。堂哥走，三步两步一步一步。三步一步，两嘛两回手。哎，就差一错一个字儿，差一个字儿。三步五步，三步一转嘛，三步一蹲，三步一窜嘛，两呀两回头，五步一下摇，那么六步一招手，然后你再堂哥堂哥走，这叫堂哥。对，啊对，但先不错啊，你已经错了，我已经错了演这么久，没事，来下一题，你这个不算啊。对，两人拉个手，懒汉相亲，互相的介绍，我叫康。这也太简单了，程程来。俺叫魏淑芬，今年29，我姓魏芬。程程，俺叫秀淑芬。魏淑芬，哎，要空耳了。俺叫魏淑芬，今年29岁，未婚。错。俺叫魏淑芬，女，29岁。答对，漂亮。啊！我的姐姐。没事，下一题我们还有机会。他们杨洋是也是很难的，我们必须拿到鸡架。这个题是中板这么一打呀，憋得三夫垮，上来反直接用手抓，那嘴还真假的。停，哎，不错，举手，杨洋，不错不错，那味道好极了。哎，下一句呢？来啊，下一句。来，给我们来喝吗？不错不错，味道好极了，味道好极了。用我们美国话说 ，very good， 没听说吗？是，来，完整的来一遍，完整的来一遍，预备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味道好极了。用我们美国话说 ，very good， 错了，换一个叫，不错，不错，四个宋小宝，你们冷静点，一样来，不错，不错，对，味道好极了，对，这一样就对了。我们美国话说是 very good， 不是说，不是说，是叫。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， 嗯啊嗯啊。哎，这还不算，这个是对的，但不算啊，因为你已经输了无数次了，跟堂哥那个一样。没事，咱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下一题啊。别耍嘴呀，我要是耍嘴，我是个棒。宫廷玉液酒，180一杯，这酒怎么样？听我给你吹，我吹，我吹，瞧我这张嘴呀、啊，一杯你开胃，哎，我喊了一声美，两杯你肾不归，开始美。下一句，三杯五杯下了肚，保证你的小脸呀、啊。来，给谁打？眼里透着红。我行，头里透着黑，黑不溜秋，黑不溜秋的，红了吧唧，红了吧唧的，错了，错了，就要你黑不拉几那段，你这个颜色，黑，白里透着红，哎，红里透着黑，黑不拉几的，紫不隆咚，紫不隆咚的，保证你的小脸啊，是吧？对了吗？错了啊，三杯五杯下了肚，保证你的小脸啊。嗯，来，白里透着红啊！如果
你看过这个小品的话，一定能唱出它的旋律。我不用管词儿了，你唱出旋律来。我确实没管它的旋律，我就想着它那个词儿了。我前面说对了吗？没有，并没有。来，我们机会又来了。来啊！白里透着红，红里透着黑。对，黑不溜秋的，绿了吧唧的。那个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最后一个。怎么溜秋的？怎么隆冬？错！怎么隆冬？错！怎么吧唧？错！我来，听好了，来吧。黑不溜秋。对，绿了吧唧，蓝哇哇的，紫不隆冬。紫不溜丢。黑不拉几的，错，绿，黑不溜丢。老死了，杨洋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杨洋坚持住，杨洋挺好了，挺好了，挺好了，你只要坚持啊。黑不溜丢，黑不溜丢，紫不溜秋。答对。哇，这个鸡架到底是有多好吃？姐不让你了，作为一个小品演员的尊严，我先坐下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谁坐了呀？这位小品演员。小品演员坐下了，怎么了？这道题我们小品演员答错了，是很丢脸的。来啊，这个玲姐不能提示啊。妈，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。张小斐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。过了吧，妈，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？我记住。我婆婆。下一句。你婆婆在这儿呢。你婆婆是我。我婆婆当年送给我的，现在我原话。没那么多。没有原话。现在我把它送给你。好，我婆婆。婆婆。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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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婆婆当年送给我的画，现在我把它送给你。对。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画，现在我把它送给你。刚刚那题我真不知道，那小品我都没看。看了，我不记得。当然了，因为那时候你不都在其他的作品里客串吗？还记得哈？苏龙和杨洋，你俩一比一了啊！行，来 PK 一下。来，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！我答案是啊，杨洋来，打败你的不是天真，是吴邪。打败你的不是天真，是吴邪。答对，漂亮！哎呀，经历的就是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正好那个鸡架我们也不想吃，感觉那鸡架我想吃，我带吃烤的。这个喷醋的好吃，这喷醋这个好。来来对，哎，我要喷醋的，我要喷醋的。回头给他吃，闻闻味儿，香香。哇！哎呀，咱有点出息，姐，你给我一块。